講幾句說話。我眼見過去五個月香港發生嘅事情，不法之徒咧係罔顧香港嘅法治，衝擊法治，到處縱火，到處堵路，到處咧係為市民係襲擊市民，同埋咧係襲擊我哋警務人員。咁我希望喺嚟緊嘅日子入邊咧，係可以係首先保護好我嘅同事，支持我嘅同事咧係繼續去執法，亦都希望咧暴力嘅人士咧唔好再用暴力啦。我亦都希望咧社會可以繼續支持我哋嘅工作。希望香港的治安能夠係盡快恢復平靜。更多精彩，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